座谈会由中国新闻学会主任委员马新言和教育部长蒋燕士联合主持，各新闻单位总编辑、采访主任等六十多人出席。教育部长蒋燕士在会中曾经就辅导青年的四项重点工作、加强思想教育、辅导爱国活动等做了详细的报告。接着与会人员分别就各项青年有关的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，座谈会在下午5点钟结束。